迎收看全国第一名的节目。第一名的节目要预告什么？要有预告性的。我都是在讲有预告性的。那有预告，预告什么就买什么，这叫实际上操作啊。哎，现在请问一下，你现在，因为我现在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指导老师，你再强都会有指导老师啦。那请问你的指导老师有没有实际上操作？那你的老师正在讲的股票，哦，你今天看你老师节目上讲的股票，是不是实际上操作的股票？那如果没有百分之百，那最起码80%嘛。比方说，您当地老师讲10档股票，10档最起码你要有8档嘛，对不对？那没有8档，要有7档了。没有7档要有6档啊，没有6档最少要5档嘛，就最起码要一半嘛。就你老师节目上讲的股票，你一定要有嘛。如果你常发现你的老师节目上讲的股票都不是你操作的股票，那就不是100%实际上操作。那请你赶快来找郑军，因为只有100%实际上操作，你才可以赚得到大钱，不是吗？欢迎收看股市将军。台北股市今天涨哦65点啊。请问你有没有赚钱？17518啊，17518，人家让3600多亿啊。我说大盘就看看就好了，重点是在股票。我们来看一下股票，来看一下电脑哈。哇，又涨停，又涨停。全市场我第一个讲的，全市场我第一个讲的。那当然我有讲，我有卖哦。我有讲，我有卖哦，我讲非常清楚哦，我有卖哦。但是您有空可以去看一下，麻烦您看一下，不要再叫我拨手机了吧？你可不可以自己去看一下？你看一下11月8号，礼拜一，我的节目的侧标就是元宇宙。我礼拜一节目的侧标就是元宇宙。那当然礼拜一你一定来不及，你可以买礼拜二，因为礼拜二有盘下开平盘，欸，你还有平盘下可以买，但我相信你不敢买啊。那如果你有买的，恭喜你哦，一根，这根不要算了哦，一根两根三根，今天呢，欸，又涨停，但我还是希望你不要追啦哦，我还是希望你不要追。那有的人看这一条线可以吗？两条线自己看啦，一个是5日线，一个是10日线。那我建议你有的人用5日线，因为10日线太远。那10日线来看一下，那个叫10日线，绿色这条是10日线。你等破10日线那还得了，等破10日线你就赔十块了呢，欸。那有的人用什么？用黄色这一条线，记住哦，有的人用5日线操作，用5日线操作。那5日线破，那你就走；没有破，你就跟他拼了。但是你会问啊，老师我没有欸，你没有哦，那你没有你为什么要买啊？你没有你为什么要买？我这么第一跟你讲你不买欸，我这么第一跟你讲你不买欸，全市场我第一个讲的啦，我讲多次啦，我没有宏达电啊，我也没有威盛啊，但是我买什么？我买宏达电的供应链，谁？3508，我还跟你讲3508是谁啊？是鸿海集团呢，鸿海耶，鸿海耶，是鸿海集团的呢，欸。那请问你一下哈，那你说，欸，老师第五根了，那可不可以再追追看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种问题啊，因为你每次都喜欢在高档区问我股票啊，老师你的股票真的强啊，森达科强啊，对。没错啊，非常强嘛。但我还是老话一句啊，持有的人用五日线操作，那当然你成本比较低的。如果你成本跟一样，跟我一样，你成本跟我们一样7字头的或8字头的，你7字头8字头，你不见得用5日线啊，你多一条线嘛，你用10日线啊，你听得懂吗？因为5日线随时会破啊，盘中都有破啊，这边盘中也有破啊，也有破啊。但我先跟你们讲一下哈，盘中一直在破，最后就会出现一根很黑的，
我再讲一次哦，你们很少看我这种节目啦，我这种形态节目我真的太老实了，没有败笔。我跟你讲说，哎，不久会出现一根中长黑，我的股票呢，我的股票我跟你讲会出现中长黑哦，但是我在保护你哦，我在保护你哦，你要非得要看到那一根黑，哪一根黑？那一根黑，你一定要看到这一根黑，你一定要看到这一根黑跌停板，你再来肯定我，你再来认同我，你就来不及啦，来不及，你懂吗？我有没有讲？我有没有讲？我卖第七根，据实以告，第七根卖了没有浪费任何一天，有空的人去看一下。11月3号，麻烦你去看11月3号，我已经播两次 VCR 给你看过了。我11月3号就跟你讲，你还是可以买，你还是可以买11月4号，上个礼拜四还有盘下，还有盘下，看到这边16块，这一根不要算，这一根不要算，涨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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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好，非常好。那请问你啊，你有看过哪一个人老师节目在什么，在自己的股票第五根涨停板跟你讲什么？跟你不要追啊，再追啊，你追第六根哦，你怎么会追第六根？你追第六根，你今天输4块钱了呢，欸，你赔了4块多了呢，20几块的你就赔了4块多，20几块的赔，啊，你不要问讲说，啊，老师，啊，会不会像这样子啦，老师会不会这样晃一晃，有没有再上去，你真的想很多呢，你想太多了吧，9块多的股票涨到28块，93到27啊，这边28啊，你跟我说老师晃一晃，晃一晃他会再喷啊，晃一晃再喷啊，喷第三段是不是，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但我相信啊，我相信今天没有出现这一根跌停板的时候啊，你老兄啊，你老兄啊，又继续酸，啊，我看你也没外高嘛，我看你没外高，你也创新高，你说叫我卖追，啊，你涨追咧，你涨追咧，欸，请问一下，你涨追边啊？边啊？欸，老师，请问一下，老师，请问一下，啊，今天怎么办啊？然后今天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，如果下礼拜一再来一个跳空跌停呢？啊，再跳空跌停呢？啊，你不去阻散？你不去阻散？股票很多，你不用每次在天花板去买股票，我每次都在低档区跟你讲的，你没有什么，哎，投资朋友，你没有深拿科，但是我好歹也在低档区跟你讲深茂吧。是不是啊？看这种线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你们技术分析都比我还强的，都频频留上影线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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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影线，这有什么好期待的啊？投资朋友，你会买在这一根吗？我都讲过这，哎，不好意思哦，本人我是在礼拜三预告，礼拜五会有 good news， 会有 good news， 会有 good news， 就是他公布财报，公布财报。那你45字头你不买，你40几块、50几块你不买，你要买在84块还公布财报，然后又来做那种白日梦，老是晃一晃会喷啊，哦，是这样子哦。那会喷干嘛？一直上影线、上影线、上影线、上，就代表人家在卖卖卖卖卖卖，卖到哪一天他就一根一根送给你长黑。这也是我的股票呢，但我有卖啦，我有卖，不好意思哈。我礼拜三跟你预告，礼拜五会有好消息，我不卖哦，我不卖，那我不见得，或许哪一天你下礼拜哪一天又创新高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，那我最起码我赚到了，啊，我赚到了可以放口袋啊。那一系列的股票，投资朋友，低轨卫星的，我是全市场，讲全市场，你们好像又不相信呢，欸，哈。我2个月前讲的，欸，那我最熟的东西啊，那天线也有跟你讲吧，天线是哪一档？天是这一档吧。其实还有什么？还有私房股啦，真正会喷的私房股，我一定要跟你讲，我节目上要公开讲吗？我节目上一定要公，但是这档我是公开讲的哦，这档我是公开讲的哦。这是我公开讲的哦，
那你要快，欸，老师我还有更快的嘞，不好意思，这才是架杠的天线模组啦。涨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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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连买都买不到啦，这架杠的啦，架杠的啦，架杠的天线啦，看有没有新闻给你看一下，对吧？低轨卫星，当然，老师，我没有，没有也没关系啦。我常跟你们分享很多股票，事实上有时候花一点时间，像我曾经这档也是被酸酸很多次，真的酸到我都想骂三字经，真的没骗你啊。我这边推荐的，上去呢，上去你也不觉得，啊，但是下来你就开始啊，开始酸啊，开始酸，我买那酸啥，欸？你们是吃酸菜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吃酸菜长大，每天在酸酸，我这找不到像我这么老实的，我都跟你讲24块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那个量，我有没有讲过？你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这一天爆大量，我讲说，我说这个量比价先行，那这24会不会过？但是我讲完跌下来，又来了，酸菜煮的又来了，什么量比价先行，什么24会过？过你的头啦，老师，过你的头，欸，过我的头，过我的头，那今天几块啊？那你会去追26的吗？26.65的吗？那我跟你讲，24块会过，你跌下来你不是可以买吗？你不是可以滴滴买吗？滴滴买你不要啊，你不要啊，你就是觉得这个啊，老师你能讲讲，我听你的讲讲诶，听我讲讲诶，什么马西啊，什么马西啊。生貌马西亚让我供啊，但是你懂得买，你要懂得卖啊。就像什么，你有没有卖差很多啊？我们来看一下这档股票三晃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别的意思，仔细看哦。如果说你会卖的话，投资朋友，我请问你一件事情，你有卖，那我是不是跟你讲说，你有卖，你才会有新的机会啊，你才可以去买新的机会啊。那新的机会是哪一档？1595，川宝，哎，全市场谁讲川宝的？好像没有呢。那如果下个礼拜又一堆老师又来讲川宝嘞，你信不信？不相信哦。那我问你，那一开始没有人在讲低轨卫星，现在全市场都在低轨卫星呢。我当初在讲深茂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，我说低轨卫星没人理我啊，天线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你知道了吧？哎，我的私房股怎样？怎么样？不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啊？懒得跟你讲，我现在很多股票懒得跟你们讲，因为我觉得我讲的越多被酸的越多。像我昨天在讲说啊，你们要想想看哦，已经150了，70几块你不要，70几你不要，那你要买150的，那你不如去买什么？你不如去买台阳啊！台阳今天只要一没涨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老师，你叫我买台阳，你们是一定要马上买，马上涨停板，是不是啊？啊？那今天跌，你记住，今天是跌呢。老师跌啊，我卖掉了，我早上冲哎追啊，看尾盘哎没上，全砍哦，难怪你赚不到钱了。难怪你们赚不到钱，每次都这样子啊，每次都这样子啊，我节目上所讲的股票都是这样子啊，不是吗？那偏偏最强的咧，最强你也是看啊，你也是看啊，你也是看啊。我当初很多人讲我说，哎，老师，我稍微提醒你一下，我研究过了，那个低轨卫星吼，不切实际。这边有很多人，我发誓，很多人跟我讲说低轨卫星的成本太高，不切实际。我 常常都是听很多人跟我讲，不切实际，对不对？涨一倍了，老师还是不切实际。对了，你的股票最实际的，老师，这个元宇宙哈，元宇宙是假的啦，元宇宙是假的啦，假的。
啊，假的你先赚三倍再说嘛。哎，我们没有这一支，我讲我的就好了，我讲我的位数。那既然是假的你先赚再说嘛，你是不是可以先赚再说？我每次在低档区推的股票，常常就是你们，就是我会觉得你们到底在干嘛啦？我这边介绍的，我诚实告知，我发誓，但我有跟你讲，我说如果今年一个股本来计算，跌到100块，刚好跌到100，相信我人都撑100，很多人帮我撑100，因为很多人知道，哎，你说100，那我就买100。最低就100，老子没讲过这句话，马上退出股市。证据没讲过这句话，我没讲说100，我没有讲过100，我没讲100，我退出股市。160，但我跑了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跑了。老师，你跑太早了，我跑太早啊，我不能买更强的，是不是啦？我跑太早，我哪里跑太早啊？我今天要讲就是说我的看法是正确的。老师，那会赚10块哦，遮起来你相信会赚10块吗？我把这个遮起来，我把这个遮起来。老师上半年才3块呢，3块你跟我说今年会赚10块啊？九桃哦，10块，我看一上半年他3.7块呢，啊你跟我说会10块啊，请你看一下啦，啊你看一下，来换你看一下。哎，那呢？啊，怎么第四季单季赚了4块钱？3.99都比这哈，比上半年3.79还要来得多啊！所以它会涨60%啦。但是我讲完有没有跌？有呢，老师有呢。我看你每次讲完都会跌。我讲过什么？我说我讲过的股票讲完跌。只要有跌，那就是机会，绝对是机会。那你有没有来？没来。好，我今天扯很多废话，不好意思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我只要告诉你，我是性情中人，你要酸就继续酸啦，我也无所谓。但是通常酸到后面，我是对的。啊，你最近一定会酸我什么？你一定酸我迅捷嘛？啊，老师迅捷啊，最近没涨。请问你前天有没有去开法说？你知道什么内容？你怎么会知道什么内容？笑死人了！来，讲我一个礼拜操作的，好吧？我们讲我一个礼拜操作的，那有送给你的。上礼拜五。什么意思？上个礼拜五的今天，请你来，送你10块钱，立台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但是我们全部都要。温哒哒，2天，50块，不啰嗦。165块，你买10张，2天你赚50万。你买10张，你的成本是165万，我2天让你赚50万。你有谢谢我过吗？没有，酸，老师训那个训节没涨，对，没关系的，川宝，哈哈，老师昨天差一点涨停，今天没涨，来啦。我预告的股票，川宝做什么的？这我昨天给你看过的，但我没有讲的那么清，因为时间 来不及嘛。那我先告诉你，它是全球最大的 PCB 半自动的曝光机。那重点不是这一个，我有打星号。那目前大家都知道这一个，重点是这一个，因为它收购了什么？宝宏科技，切入什么？切入半导体的安装跟移机。把它记下来哦，它已经有切入到半导体的安装，半导体谁安装？它安装半导体的移机，谁要移？川宝。什么叫做
半导体的安装，也就是说它资本支出，它的什么半导体资本支出很高的公司，谁是它的客户？谁是它的客户？客户在这边，这是证据哦。卖公你别在操蛋啦，资本支出啊，你就看有没有砸嘛。台积电三年要砸1000亿啊，那 Intel 也宣布啦、啊。联电你也知道啊，联电最起码他投36亿美金啊，格罗方格的卖供啊，世界先进叠加，中芯国际，中芯嘛投入88.7亿啊。再看一下他什么，他的状况，川宝，川宝的净值啊，你自己看，从49跳到52，好，这不重要，毛利率17%跳到最高25%，盈利率从2%跳到12%，再看一下税后的存益，你自己看嘛，从亏钱你自己看，从自己看营业利益率，重点是这两项税后的什么？税后的存益、啊、很重要。从亏钱，从单季亏3.8毛，3.8毛跳到4.2毛，正4.2毛，再跳到0.73，这是单季哦，第一季、第二季、第三季。那请问第四季，来，第四季会不会2块钱？随便你啦，反正我都讲前头，你等到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后，我再宣布答案的时候，你有讲，老师你有讲这一章，我有讲。好，不重要。来，上个礼拜你错过的，那你要来拿新的，你要来拿新的。那昨天送的这一档还不错，没有人知道的。那位数是做什么的？那位数已经喷成这样，那你去找跟做位数一样的可以吧？你去找个做尾数的同款会使无？啊，但是今日无涨停板呐，无涨停板呐，无涨停板还叫机会，就是机会嘛。像我这一档又创新高啦，懒得跟你讲啊，喜皮啊，细微啊，6231啊，做加密的啊。加密啊，加密货币的加密，谁做？伊比亚啊，懒得跟你讲。今天来拿这一档，来试试这一档，最后一次喽。有看到本节目本时段开放试试，就这么简单。中场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上个礼拜五就是送你什么？来看一下电脑，送你立台。礼拜一送你立台。那投资朋友，两天10块钱，我们有出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有出。欢迎朋友做见证，我们有出哈。那后来呢？我不是问你说，小孩子做选择，嘿，小孩子做选择，谁跟你选择？两天50块，2天50块，我有出。我诚实告知，我有出。接着就是我们的什么，川宝。好，我刚刚讲到川宝跟半导体的设备安装跟移机，但是我先偷偷的透露一下，真正的卖点是机器人，没人知道。我先讲，以后你就知道了哈。来，那这一档股票今天让你试吃一下了哈。那你位数你错过嘛？那位数错过，那当然啦、啊，这我昨天送你了，我今天再送你一次哦。那今天一样，本档开放试吃，怎么开放？怎么试吃？很简单，一样老规矩、老动作，把电话拨通就对了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